英国一家公司评比认为泰鲁格峡谷路段是全球最危险的22条公路之一，但是澳洲有一名自行车专栏作家经过他自己多次的亲身体验，却认为泰鲁格公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六条自行车道之一。蜿蜒崎岖的公路镶嵌在山壁中，和大自然零距离结合。花莲泰鲁阁自然美景吸引大批单车族前来朝圣，还被澳洲自行车专栏作家评选为全球最棒的自行车登山车道之一。那又走过那个泰鲁阁这条路，那觉得它很美，这样，所以隔了很多年之后，很想再来回味。一路这样上来，风景是真的很美，觉得不错啊，漂亮。来骑过的单车族都说赞，除了沿途美景，挑战性也很高。每年在泰鲁阁也会举办自行车登山赛，从海拔零公尺到3275公尺，经过隧道和曲折狭窄的上下弯道，考验车手的毅力和耐力。跟着他们一起跑，我是第一次上来这里，第一次上来哈，对，所以蛮喘的。骑单车才能慢慢品味啊。不同高度有不同气候变化，泰鲁阁沿途风景形形色色，百变多端，山顶上还可以俯瞰壮丽山景。尽管曾被评为全球22大危险公路之一，但为了一窥美景，再累再辛苦也难挡单车族攻顶决心。台湾 No.1， 大家一起 Go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